本来我们今天要去蒙古，蒙古原先你们去过了吗？哪里？第一次。第一次。啊，那去过。今天去。今天去。那就队长了。我有啊。没有，没有去过。我有啊。 哎呀，等一下再发油。我有那个。哈哈哈哈哈！别动！哈哈哈哈哈！那个叉腰，哈哈哈哈哈！叉腰。
Thank you.
tradition.
现在捷克代表团入场。吉尔吉斯斯坦代表团。武汉市代表团。武汉本地土著的市政府他就要得罪。武汉市。
结束，请运动员、裁判员大家观看开幕式大型文艺表演。
Thank you.
Today, on this beautiful Ulaanmulan Lake Square in Kangbashi District, we are gathered here to inaugurate the Kangbashi Kite Championship of the second Ordos International Nadamu Fair and its first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Sports Convention. 本次大赛我们有幸迎来了来自14个国家地区的17支各境外代表队以及10支境内代表队토소단에오르단때옷인도토토토딘아름드름오도서른에아름도단들어들친불금어렵소원나 We are honored to welcome 17 overseas teams from 14 countries and areas 아들은와이르다옥대야 On behalf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I'm here to extend a warm welcome and a sincere thanks to Austrico. 唐宋时期由于造纸业的出现风筝改由纸糊很快传入民间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玩具寓竞技功能于一身어떤버스는자선쇼는그런얘기인데부고싱어떤것같다는어른들대리기를듣죠야가 Pants elegant and colorful.Vividly embody the Chinese people's aspiration for lofty goals and hopes, which exert substitution influence. 在各地民族文化大融合，推动城市文化多元发展，打造区域性文化中心，将起到。以放飞梦想，放飞快乐，让我们以风筝这样独特的形式来祝贺我们风筝会取得的荣誉。
一起。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很好很好，很好，对对对对，哎，很烂，啊，好像要无敌一样，完全可以，哦，very good very good。围成了一个大大的圆圈，啊，这里呢也象征着我们丰盛大家庭的和谐、快乐和团结。啊，在它的旁边左手边呢，是卖动物的嘛，卖在这里。老板，看到吗？看到啊！哎呦，看到的是不？一起来飞就叫串类风筝，炮飞串类风筝呢，也是一个难度比较大的一个项目。接下来的一个项目呢，我们大家将要看到的是串类风筝的比赛了。串类风筝呢，首先进行比赛。在我们通常的比赛里边，这样的风筝呢也叫串类最长，但是在今天的比赛。好，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大家看到了，可以了，哎、啊、呀，收啊收啊收啊，系啦，好，可以了，可以停啦停啦，得啦，食翻条风筝，好，唔好拉住唔好拉住，等佢等佢落上来啲，佢再堕就拉佢，别掉下来。唔使惊，你睇头一只系上紧天噶，你唔使惊啊！第一只就带了一个风筝啊，对对，它有大风筝撑着。这个是大的，是小的。风筝的比赛，来自我们海内外的24个代表队的选手，在这里把最好的风筝献给蓝天，献给勤劳好客的他80人民。
感谢金杰先生，也向获得硬板类的获奖选手将为本届大赛获得硬式串类金银铜牌的运动员颁奖。有请颁奖嘉宾彭晨为获奖选手颁奖。我们向获得软体类的金银铜牌选手表示祝贺。颁奖仪式结束以后，各领队带领您的获奖队员到我们主席台左侧的工作室领取奖金。